Excuse me. Excuse me. No! No! 一个男人跳上了我的车，并说我撞了他。幸好有人过来帮忙，但我仍然感到失望。很多经过那里的车都没有停下来，至少有一辆车停下来，会让他感到害怕。所幸我锁上了所有的车门。我经常被人念叨要这么做，独自驾车要小心。 如果有人认识那个异男子，请 tag 他，因为我来不及说声谢谢。